光荣的战旗，凝结着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。它的颜色是血与火铸就的。这一战，十三纵三十七师政委徐海山壮烈牺牲，师长高瑞受伤，我们的老团长田世新右眼被敌人击中，十八岁的班长曲光喜右臂被炸断，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。每次回顾这段历史，就想起习主席反复讲的革命理想高于天，革命先辈视死如归，向死而生，一往无前。作为驻守东南的两栖尖刀，我们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不畏艰险，冲锋向前。前沿攻击队，海上通路遭敌火力封锁，根据侦查反馈敌情，调整作战方案。合成营强在合成，也难在合成。只有将数十种专业力量壮志成拳，才能一加一大于二。单位成立之初，第一个棘手问题是通联，全营必须在短时间内啃下这块硬骨头。无论在哪练，怎么练，当年革命先烈冒着枪林弹雨登城冲锋的身影，始终鼓舞着我们。当好英雄传人，不只是继承光荣称号，更要传承精神气质，始终保持那么一股百折不挠、血战到底的劲。前进！过去，革命先辈喊着"有我无敌，不怕牺牲，打下济南城"。将来我们会继续发扬那样的战斗作风，再立新功。主线以来，我们中队打了30多场硬仗，40多人在战斗中立功。我的新兵排长刘志军曾在敌占我们的玉米地里捕歼，暴徒突然窜出，将长矛戳进他的嘴里，他开枪射击，两名暴徒应声倒地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越是任务艰巨，越能磨砺意志，增进本领。曾经有一场战斗，我们追了3天3夜，与暴孟子狭路相逢。面对暴徒，战斗是我们本能。英雄的基因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，任何时候都要挺得上来，或者出去。今天地区的繁荣稳定是我们交出的新答卷。活动开始前，暴分子潜入持枪进行疯狂扫射，暴恐分子的破坏手段越来越复杂，变得更加隐蔽，更加残暴。如果一场全新样式的战斗来临，我们这把利刃今天还能否亮剑再胜？居安思危是我们每一名官兵多年来植根于内心的备战迎战状态，而这种忧思是中队由来已久的制胜传承。各组成员，前方道路道口车辆无法通行，人员携带武器装备下车集结，威胁至事发地域，事发监督。也是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射红，必射爆。备战必须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，要充分预想暴恐分子将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动袭击。是
小队注意，山谷前侧变宽，二组在左，三组在右，采用后三角队形，搜索前进。反恐尖刀要永不卷刃，必须牢记重托，不断用新的荣光淬火逆风。他在航母上第一次起飞，是我操作的，是我放飞的，这个意义对我来讲足以荣光一辈子。当时一切都是从零开始，没有时装飞机配合，我们就找来了一些竹竿架起来，仿照咱们飞机的长宽，我们抬着走，模拟起飞。虽然我们肩上扛的是竹竿，但心里想的却是那冲天一跃。三号位准备完毕。这一天，距离航母入列仅仅过去了59天。到我军礼的最后阶段，新型的战机上舰，非常漂亮。那天天气非常晴朗，跟当年歼15首飞的天气基本上差不多。主桅杆上那面五星红旗特别特别的鲜艳，看到那个场景，不由自主地哼出了那首歌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。另外一个班长说，他说邱队长，你怎么这么激动都唱歌了？我说你看看这个画面感，难道你这个时候不想唱我们的歌唱祖国吗？特别是看着五星红旗在迎风飘着，我们的新型的战机在那开着车，马上就要进入起飞位。2013年8月28日，习主席冒着风雨登上辽宁舰，攀旋梯，下机库，进站位，详细询问我们工作训练和生活情况。我们航行在统帅关切的目光里，向战未战，争取更大的荣光。在福建舰有几十位像我一样的战友，经历了中国航母试验试航、试训结合、由训转战，再到研试训一体的转型升级之路。进入没有标准答案的考场。我所在的航空保障系统是航母形成作战能力的核心支撑，最让我感到光荣的是有幸先后在三艘航母服役。试飞员配合我们就是论证这个流程，最关键一点要从滑跃到弹射的无缝转接，这个不要干扰飞行员更多的精力，能够兼容滑跃的手势不再修改，最大极致的去优化缩短这个时间。试验航母甲板上的舰载机调度是提高舰载机起降效率的重要一环，
回顾党史军史，崇高理想信念是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，是我们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炬。从摇动航母梦到实现航母国产化，我们一代代追梦人一路奔跑都觉得慢，使命催征，我们的荣光是远方的深蓝。我十二岁参加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，这是我第一张照片，也是雷烨同志留下的最后一张留影。我也感觉到我骄傲，也给我的力量，我要努力工作，努力学习，努力为人民服务，才对得起我们的先烈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部队打到哪儿，我就跟随剧社演到哪儿。火热的军营就是我们的舞台，部队官兵有需要，我们打起背包就出发。我看到里面好多干事写的请战书，岁月静好，有人在负重前。就是他说的是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只有一次生命能够为国家奉献。其实我也很感动，我们战友平常看起来大大咧咧的，就是关键时刻都不是孬种。就是特别想去到这些负重前行的人身边，给他们多少哪怕是送上一点温暖和欢乐。你们有青春，有书写的忠诚，有心血捍卫的家国，祖国的每一寸山河都把你们深深铭刻，向你们致敬。两个人给三个观众演出，他们为一个兵也演出，看到了他们呢，就想起年轻的我们当年战场上的宣传队又回来了。星星记得你陪伴妈妈的承诺，太阳不忘我在前的一个哨所，我们专门就给哨兵演出，开六个多小时车去给他们演出。有一个老班长，他觉得他自己被看到了，没有被忘记，就是他觉得他做的这一切是值得，他觉得他们值得了，我们觉得我们就值得了。我有幸被毛主席接见过，有幸参加过习主席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，党的领袖对部队文艺工作重视关心寄予希望，艺术是我们的枪，舞台是我们的战场。新时代的年轻战士啊，发扬好传统，好作风，坚守为战士服务，为打仗服务的初心。
我们新时代的文艺战士不追求拿大奖，不羡慕大舞台，只围绕强军目标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我们把为兵服务的根深扎在强军的沃土，我们的情与部队官兵紧密相连。这些年，习主席带领全军深入推进政治建军，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，红色气质精神底色更加鲜亮。新征程上，我们要把老红军本色一代代传下去，不断续写新的荣光。Thank you.